大家好，我是 DJ 阿周，今天在天公庙这边为各位介绍，今天是农历元月初九，正好是所谓的天公生辰的日子，所以说我来这边拍这影片。来的时候正好是晚上11点，也就是所谓的子时。刚刚进去的时候有看到天公庙正好在敲钟响，代表子时已经到了，代表天公生的时间真的已经到了。那希望这支影片呢，对你会对这个天公生的时候，天坛这边的年度大事会更了解，这边的人潮确实非常非常多。那我刚刚有进去，那整个影片就是从头拍到尾。影片中这张照片是我在大年初一到天公庙参拜的时候所拍摄的。那今天是初九，那我到天公庙的时候要去之前呢，在家里就准备一些碎银，也是所谓的铜板，准备这些碎银呢，等一下到那边呢实际上会用到。建议各位如果在大年初九的时候到天公庙参拜，身上多少要带一些铜板，这些铜板至于怎么使用，等一下在影片当中你大概就会得知这个铜板的用处在哪里。好的，话不多说，那就跟着影片一起跟阿周进到天公庙去看天公庙在初九子时的一个情形，希望大家会喜欢。哎，爸爸要进门。哎，爸，你等等去。我在你天公庙这边。我在福乐屋的对面。一个感觉一分一百呢，他就是跟你，你帮我。
来烽火相送我，你们练一下。来杯烽火相送我，你们练一下。来一瓶简单烽火相送我。我在我听过，那个阿伯你都会发现。文具费阿伯有一个那个呢，有啊，有几个。
拜拜，就想哎呀，我说白话大龙，想想都甜。花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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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南方人真的有。我们刚刚叫你过来。不然想叫在哪里？我叫叶子，叫叶子。白风寺，七星高照。八分八星，帮助不是孩童，一切。开心电台关注轻松小朋友及乐视家庭，大家好，谢谢大家，我们是中华民国新校关爱协会，我们在帮助低收入生命的不支持的小区，然后我们过呀，谢谢爱心电台，我来接接那鬼啊，在家里准备的摄影铜板，就说就是派上用场的时候。我的生活并不是像想象中那么富裕，但是我还是懂得失与得。大哥你好，你好帅。你这机哦，会笑的。那个挑战啊，一年才一次而已哦，那什么？哎呀！跟前面那个是一起的吗？我那边有投，我这边也投。大哥，谢谢你的爱心，谢谢。
知道吗？好嘞，好嘞。这时候，碎银铜板又派上用场了。这就是我这一回多准备一些铜板的原因。每年到这边都会准备一些铜板。施与得，我觉得我获得非常温馨的一面。他们感谢祝福我，希望我未来的一年会更好。打回家还没关系啊，
警察拢在车。哎，我说让我干。天公的生辰，那 DJ 阿周在天公庙，就是台南市的天坛，这边为各位所拍摄的影片。希望以上的影片你会喜欢。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麻烦帮我开启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那有你的支持，才有继续拍片的动力。我们后会有期，拜拜。